各位好友记，你们好啊！我是黄大仙下村楼长义工文君，好开心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。我平时很喜欢做手工艺，送给老友记朋友或者小朋友。那我今天呢就在这里带大家去制作一款卷子花的书签。咁你哋学咗之后，可以送俾朋友或者自己欣赏都得噶。咁我哋而家就可以开始噶啦。
簡單呢？咁具體詳情，你哋可以揾劉姑娘或者譚生攞翻個材料包翻屋企製作啦。咁我哋下次有機會再見啦，拜拜。